倒霉，哎，他们倒霉，不是我倒霉啊，看好了，多倒霉。哎，下来三个，我操！这来，这不能跳，不能跳。哎，那车，哦，开车跑了，我操！老哥，你这不管队友，你这就别挣扎，你队友都跑了，你说你还玩个阿拉毛啊？哎，我可舔个包，补充一下子弹。现在我的问题是子弹有点缺，哎，来，啊，舔包师为什么总是那么开心？那对不对啊？你们舔包的时候开心吗？啊？哎呦，这个包，哎，哎，看到有人跑下来了是不是？看错了？啊，没有，看错了，没啥东西啊，就这样。哎，啊，人机吓我一跳，我操，我后面转身一个人机，哎，不管他，哎，我没看错，是跑过来一个人，趴这儿了。啊，他队友啊，最后一个人，最后一个人。真压六，他比我还，你看他车都，哎，队友过来了，他车都不敢开，他就比我还六啊，我感觉我都给勾那个啥了，他竟然，哎，别死，吓人，那差点把队友补了，你这个人家不地道啊，后面偷袭我，哎，我们这不救人吗，老哥，你过去先舔包，你真压有脸啊，你们还一块儿了，你搞啥，你们在弄他，最后还得靠我。哎，放心啊，啊，你们还跟刚才一块玩啊，玩半天压了，给你们，不管你舔棒棒啊，嘿嘿，现在知道过来了，还得赌桥，还得赌，赶紧。哎，呼救器。哎，我说八成要跳，为什么这个桥在圈正中心，就这么小一个圈了？哎，没跳，没跳吗？哎，哎，我看这正好，哎，我看，哎。你看，好家伙，这，哎，不，这，哎呀，打啥呢？还偷袭？你偷袭别人，你把后面别人偷袭你，咱不要脸！啊，找一个，哎呀，补了吧，所以呢。搜啊，非常简单哟啊，一点难度都没有哟。哎，开舔包了，你们开舔，下面包不至于舔，没必要。哎呀，看下这个圈怎么给的啊？你说啊，这老爸圈刷在桥上，说不好最后决赛圈就在桥上打的。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次和队友一块在桥上打，我跟你说这把受不了吃鸡啊，桥上吃鸡那顿香的很。哎，左边枪手。二号倒了，看到了，喂，这边还爬了一窝人，还爬了一窝人，露个大脑袋在这里后边啊！你还想赢别人啊？不可能！嗯，看到两个，不多。哎，你再露一个，只要倒一个，我哎，我操，又倒了，扶起来，倒。来，去救你们，就两个吧，去救，快跑啊。哎呀，这小子还聪明啊，知道封颗烟，完了，这封烟肯定弄不死，这怎么着？哎，动啊，老哥，队友快死，别问我是为什么知道他会跑过来，咱有科技，他没有，他所以说弄不过我，上把没开科技，这把必开科技，哎呦，还有一个来，我操！完了，哇，这桥上这反正这下面人肯定过不来，来往左边压，左边压。这个位置不保险，他们要打我，因为没看到我，要打我那个位置根本就是靶子，所以说进这个车厢是最完美的啊，不要上桥顶，爬桥梁是肯定是错误的选择。哎，就这个位置，看这个圈怎么给的啊，要给圈了啊，你看好了。锅还肯定还在圈，这把位在桥上吃鸡，哎，看不到那边情况，这烟疯的啊！哎，我操，这圈往那边跑，老哥，他队友那位置最爽了，该封烟，我先跑。左边人他们过不来，他死了，他左边人可必死，左边人必死，三个人一个都活不了，不用打全压被堵死了，我跟你说，你信不信？你已经看了一会儿，啪出来一堆被堵死的人，跟你说。他们还在封烟没有冲，
我这房子正前方，我这家冲过去不封烟，我要被击倒到这儿，根本就没办法救我。桥上吃鸡，哎，我宣布了，单方面宣布吃鸡。别问，不要问为什么。先看左边，先看左边，还没冲，还在那边，又缩进去了。哎，封烟了啊！你现在不冲，哎呦，这枪瞄到，冲不过来了。二三十秒就靠这毒，我看你们怎么人头怎么飞速的消失。哎，消失的人头，出现各种被毒死的现象。这个桥没办法，都得被毒死，毒死一堆。还不冲，还不冲，开始锁圈，锁。还有几秒，还有几秒，还有几秒。你看，呀，跑到这儿了啊，跑到前面那个石头后面没用，都过不来。这圈过来怎么整？还得往桥下跑，水还要在水里面游，这没时间打药，必死。别慌，我救你，我救你，我救你，老哥，老哥，你这时候倒了，我操，这毒缩着嘞！我完了！哇，这个毒，我估摸到兄弟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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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！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好家伙，那边的一帮小子都让这俩货给揍了啊！没看到被毒死，就让这俩光给揍了。那这把不就吃鸡了吗？还有什么可玩的？还有什么可玩性？你就这圈，对不对？他们想冲过来得扔烟，扔烟没用，大火力的，这手里拿啥枪？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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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！哎呀，跳！完了，全跳水了，全跳水了，全跳水了！这把吃鸡了，兄弟！哎，我就说倒霉孩子遇见咱这种队，跟你说他们倒霉上面加倒霉，嘿嘿，一号跳下去了啊！来抱抱抱抱点啊，兄弟，他下面啥情况？几个人？几个人？我看桥上还有人没有了？这个雷这样扔也扔不出去啊！抱抱点啊，兄弟，说句话。死！哎，不行，砸不到。我俩都肯定都在下面。他们要扛毒，你们把个饮料。放在一个人身上，我不是你说他们为什么要跳下去？我一直想不通他们为什么。那再把刺激了，对不对？打的声要吗？你看看这叫这小子还挑衅还骂人家，你说这，哎呀，他的见证对方的死亡，我不能跳下去，我有除颤。对吧？除战就是一种拼药的一个机会啊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玩死一会儿，来吧，可以打药了哟。两个傻狗不动了，你看，别骂着这老哥你。打药！不是，不是这鸡，这鸡吃的没意思吧，老弟？死！哎，死了！